牛啦，俺这个位置是上课的。你喊那打喷嚏呀？啊，你洗洗，洗个坑坑呀啊！给这。要不要给他拿个牌子给他玩着吃着啊
剩下啥都没少记了。不少记，咱都上万了。念念，你这香肠多刷点油，刷点油，然后烤熟，快烤熟了就撒点，再搁上烤一会儿，它就熟了。哎呀，烤的啥都没刷，已经烤开盆了。咋的呀，面筋了？干的，那干的咬不动。对，那肯定不好吃啊。你这会儿，人家给倒一会儿了，不行。还熟了吃了肯定没肉。兄弟，俺妈尝了一口，咦，不中，你别烤了，你想吃了，咱们接来烤吧。就你那会烤贵了，可硬了吧？你那肉烤老了。嗯，我烤的熬了。我就跟你寻思点好吃的，赶紧吃吧，兄弟手，赶紧下手吃，吃吃吧，咱们老人了，吃。连肉没有烤好，穿着嘞，跟那儿穿着。这不是这穿着的呀？哎。老头烤出血，不是烤出血，就是看。那闺女就是，不光是男子汉，男子汉就是女子汉。